世界百米短跑排名，苏炳添排名第三，谢震业仅排名第十一。第一名罗尼贝克总积分以1430排名世界第一。罗尼贝克1993年10月15日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，美国田径短跑运动员。第三名苏炳添，总分以1374，位居世界第三名。1989年8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，中国男子短跑运动员，暨南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，暨南大学2013级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。第十一名谢震业，以总积分1308分排名世界十一，也挺了不起的。1993年8月出生于浙江绍兴，中国短跑运动员，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，浙江大学体育系2012级本科、2016级硕士研究生。